个假，我工作很忙很忙的，请了一个假，啊，来陪我媳妇生第二个小孩。他原来喜欢一个女生，结果呢又来一个男生，啊，真的很恭喜，天丁天丁天丁发财。啊，本来他们两个结婚了，伟凡跟阿妹结婚了，好久都没有消息，我很着急。哇，想不到他真的是100分呢，生了两个壮丁给我当这个阿妈，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敬祝他们母子平安，且阖家平安。恭喜伟凡第二